好，我是纪思乐啦，咁我是 Zero 馆打51kg 嘅呢个 B 组冠军啦，而家咁我就觉得今场嘅发挥其实系都比较好啦，减磅又控制得几好咁样，咁比赛嘅时候嗰个体力时间控制都唔错，咁所以总括咧今次系觉得发挥到练咗嘅嘢咯，咁好多谢师兄弟啦，咁陪我练啦，咁有好多时候都可以一齐打 sparring 啦，咁多谢师傅啦，花好多时间去帮我即系控制体重啊，点样打啊，嗰啲所有嘢都好照顾啦，咁多谢女朋友啦，好支持啦，咁又陪我一齐跑步操拳都冇话我咁样啦，咁同埋仲有好多。其他館的朋友都一起去練，一起去玩，咁樣都好多謝佢哋，同埋好多謝大會啦，咁俾呢個平台同機會，咁可以去打呢個 B 組，搞成個決賽咁樣咯。咁我係 Marco 啦，咁今次哥頓打呢場51kg 發揮得幾好嘅，我覺得遠距離打得好好，咁就但係體能可能要再提升啦，因為。嚟緊打嘅即係厲害啲嘅對手，可能就唔係好夠咯。咁我希望將來有多啲比賽打，就再儲多啲經驗咯。希望未來有機會打 A 組嘅比賽咯，係咯，係嘛？繼續努力啊！繼續努力啊！係咯 ，One World One Muay Thai。